같이 사도신경으로 신앙을 고백합니다. Let's confess our faith with you. 我们一起诵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如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重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主啊，我哋今神嚟到你面前嚟赞美你啊！主啊，感谢你俾我哋开始一日系由你嗰度开始啊！ 主啊，我哋将呢件时间交俾你。主啊，我哋祈求你加给你嘅怜悯同埋你嘅圣灵俾我哋啊！主啊，求你赐给我哋你嘅话语啊，系我哋今日。 灵里面嘅食粮嚟嘅，主啊，我哋深信同埋宣告你嘅话语系我哋生命，我哋灵里面嘅力量啊，主啊，求你啊，让你嘅旨意成就啊，喺我哋嘅生命之中，喺今日之内，主啊，感谢你，听咗我哋嘅。 听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今日我哋继续睇约伯记36章5节。 我哋一齐读啊！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我哋今日睇嘅经文咧，我哋就系睇约伯记36至到37章嘅。 你会睇到咧，今日就系睇到约伯同埋一个嘅人啊，而呢个人叫做咧巴利加的儿子啊，以利。 佢唔系佢个约伯嘅朋友，唔系佢个朋友嚟嘅。我哋睇约伯记32章2至3节啦，一齐读啦。那时有布西人拦阻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 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이 대화는 5명의 대화입니다. 여기 욥과 욥의 세 친구와 그리고 또또 지금 오늘 등장하는 이 사람이 누구인지는 정확하게 어떤 관계인지 정확하게 얘기하고 있지 않지만 한 사람이 또 옵니다. Normally we just misunderstand. 我哋好多时都系误会咗约伯记呢个书里面约伯同埋佢三个朋友。其实
约伯，其实系约伯系喺当中有同五个人嘅对话，三个朋友同埋呢一个人，我哋唔系好清楚约伯同埋以利户嘅关系。욥기32장2절부터3절까지말씀보면이사람이누구인지엘리후가누구인지에대해서비교적길게설명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럼관계에대해서는욥과의관계에대해서설명하고있지않지만그래도요이사람이누구인지에대해서비교적길게얘기하고있습니다 And even though you know the Bible doesn't give 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nd Job and Elihu, but you know we will see that 圣经冇交代佢哋两个人嘅关系。但是呢在经文都有讲了以利户是谁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以利户呢是他是发怒的不开心、啊同佢同以約伯同埋三個人，三個朋友咧，佢嬲佢哋啊！벌을받을만한죄를짓지않았다라는것을변명하면서엘리후가듣기에는스스로하나님보다자기의의를더드러내는것같은뉘앙스를받았기때문에그렇습니다 First, and now because Elihu heard, you know what? 以利户咧？他说呢约伯呢他说他呢是有自义、啊、这个是他的想法他生气他三个朋友添因为呢他们呢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呢他们诬蔑約伯嗰啲嘅話語咧，係毫無嘅毫無嘅證據嘅。聖經은말씀해주고있습니다엘리후도아마도율법적인생각을가지고있었던것같습니다엘리후 also 이레후는佢有一個係有一個律法嘅思維啊。在他这个的话语当中呢他看到他认为神是哪一个第一他讲到呢他讲到神是一个是伟大的神他亦没有是看低任何人的而我哋咧，我哋係有好有限嘅人嚟嘅。我哋非常之有限。我哋個思想好有限啦。我哋甚至唱歌，我哋好多時，我哋好每一樣嘢，我哋都好有限制嘅。我哋亦有。時間上面的限制啦，同埋空間方面的限制啦。當我哋連一路開始成長，一路我哋嘅開始年老嗰時咧，我哋睇到更多限制。但係神就唔係人。神唔會係越嚟越老，同埋佢唔會俾時間同埋空間控制嘅。喺神裏面，萬事都有可能噶。我哋一齊睇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節，一齊讀啊！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好多人讲，如果你做为啲人做事咧，但系神咧讲到佢话，人若信咧，喺信嘅人咧，咩事都能够做到嘅。이문제가해결될까안될까항상고민합니다 You know, we are always worried. Whether 我哋经常咧都系好担忧，我哋能唔能够处理我哋啲问题啊？做唔做到一啲嘅事情啊？但系神就冇，相反地佢系冇忧虑嘅，因为喺佢嚟讲，万事都能够有可能啊。걱정할것은하나가있다면믿으라는것입니다하나님믿으라하나님믿으라그럼하나님께서하시겠다고말씀합니다 And there is one condition that believe it, believe in him. And then we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it. 凡事都能做啊，但系咧，只系但系有一个嘅条件，就系你一定要信。我哋要知道神就系。佢係唯一一個係做到萬事嘅。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就時常係去憂慮做唔做到，但我哋就要把事情好簡單，令到佢好簡單。我哋唯一要考慮要去諗嘅就係我哋係咪喺神嘅手中啊？我哋一齐睇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一齐读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拿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如果你相信。山能够去拎走的呢，如果你能够相信，就一定会能够做到。설교를하시면서어떤목사님이이런이런간증을설교중에하신말씀이있습니다 And I don't know when I我听过一个牧者讲咧，佢咁讲，佢讲呢点样解释呢段经文咧？佢系一个佢俾咗一个嘅见证，我想同你大家分享。佢嗰个牧师讲咧，就系好耐之前嘅，大约二十至三十之年之前嘅。而嗰阵时嘅教会唔系好似而家咁嘅教会嘅。주님을믿기시작했습니다교회나오기시작했어요 This is like around the 30, you know, around the 30s, you know. 大约三十年前啦，好多嘅女士咧都系信耶稣而去教会。喺嗰时咧，喺韩国嘅教会咧，我哋都系。有祖土的咁嗰个女士咧就佢就唔系七点钟嚟，佢系朝头早五点钟就去到教会啦。喺当时咧，大约系四十年前嗰时啲时候咧，就系好黑嘅，啲道路好黑嘅。喺嗰时咧。佢咧就要經過一個嘅細嘅山嘅，每一日如是。
佢每一日祈祷咧，问神啦，佢就话神，我好惊啊！每一日都要咁黑啦，又要行过呢个山，好惊啊！又好非常周围都黑冇光，好惊。佢就祈祷啦，佢就系利用呢段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呢个经文祷告啦，就去宣告咧。这个山呢，你就去离开，投在海里，他就相信，他就这样祷告。And then what happened? She prayed. 咁跟住咩事咧？佢当佢祈祷之后，就叫呢个山去投在海里咧。佢每一日如是重复咁样祷告。佢每日日都系继续咁样行去教会。喺嗰时咧，韩国都唔系好发达，但系咧。忽然间咧，嗰件衫咧就唔见咗啦。点解啊？有一日真系开始咧，嗰个市镇咧就开始发达啊。佢哋咧就要开山辟路啊，所以就呢个山就真系忽然间拎开咗啊，嚟将嗰啲嘅。泥啊，个山嘅泥完全系抌去海里面，就系佢祷告咁样。呢个哈利路亚啊，就系神真系帮佢成就咗。当我哋去睇，当我每一次咧读呢一段经文咧，我都记得佢呢个嘅见证啊。She believed it literally. 佢相信啊，佢相信佢系好用呢个战胜嘅祷告啊，去得到佢呢个得到胜利嘅回复啊。If you believe the God's word, 当你相信神的话语，你就去做，去祈祷，神听到你的话语，他就会去为你去成事的了。如果你是要神给你的答案， 你就要读他的话语。我们一起这样读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这些祷告是有一个的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当你祷告的时候呢，当你祷告的时候，无论什么事呢，你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你一定要信。那件你祈求呢，就是会得到的了。Not just you pray.不是只得你祈祷喎，你要怎样祈祷得到答案呢？很简单，只是在你未见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相信已经成就就得了。第二，神一直看，在看。人呢是被神看顾的，是他最大的，他最大的要做的事情。
佢诚实咧都系将佢嘅眼睛咧放喺佢嘅人嗰度。喺约伯记三十六章七节点讲咧？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尊君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喺度讲到神系冇将佢嘅眼离开佢嘅人啊，佢只眼咧，佢只眼咧时常都系喺佢嘅人嗰度，即系喺我哋嗰度。佢时常用佢嘅眼系看我哋嘅，睇我哋嘅。特别系而家，特别系喺而家战争嘅时候，喺乌克兰嘅地方，喺神嘅眼系喺乌克兰呢个战争嗰度嗰啲人嗰度，神嘅眼睛唔会系离开佢哋嘅，因为咧神嘅眼咧成日喺我哋嗰度。所以他一定是会听到我们的祷告啊。神不会去睡觉啊。他不会是懒惰，他的眼呢永远经常都在我们那里啊，时常是看看我们啊。在这里诗篇121:3-10这样讲，他必不叫你脚动摇，保护你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虽然在不知道以利亚和约伯的关系啊，但是在这里看今天这个诗篇121章那里讲啊，他说神呢不会呢将他眼呢离开他的人啦，还有他不会是打喊锣啦，又不睡觉啦。我要你记住今日，记住呢个经文啊！记住啊，神系与成日都系望住你，去你要为祷告啊！我哋祷告，亲爱美善嘅神啊，多谢你今日你嘅恩典啊，多谢你今日嘅信息啊！主啊！求你啊，我哋去帮助我哋去相信你嘅话语，去靠着你嘅话语祷告啊，同埋让我哋一个生命有一个战胜嘅生命啊，主啊，我哋特别为到 Pastor Mon 祷告啊，佢而家。他现在 在近住乌克兰的边境那里、啊、去 接受这些这样的难民、啊、主啊，求你的眼睛啊，是看住去看住 Pastor Mon 啊，主啊，主啊，求你啊，求你是去看顾你的人，特别我们的教会的人啊，将你的眼睛看我们每一个人啊，
求你与他们经常同在啊，是在你的翅膀得到你的保护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我们一起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继续为祷告，特别是 Pastor 文牧师啦。又为到我们教会祷告，香港祷告啦，香港的基督徒和牧师和香港的教会祷告，特别又为到牧师他自己祷告，我们一起呼求神三声就祷告。You are not your mother.